范例二哈，它叫我们在坐标平面上画出这个函数啊 ，g of x 等于2的图形啊。那这个 g of x 呢等于2哈，那它们就是 y 等于2哈。这个函数呢，g of x 或者 f of x 啊，就是 y 哈。那现在如果是 y 等于2的话呢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常数函数哈，常数函数。换句话说呢，不管你的 x 呢带多少下去啊，这个 y 永远都等于2哈。啊，这个 y 永远都等于2。那所以呢，它的图形哈，如果你把这些不同的这个坐标哈，譬如说-52哈，把它点下去哦，那这个02呢，把它点下去哦，那这个252哈，把它点下去哦，你会发觉你连起来的呢，实际上就是在 x 轴、y 轴，好，在这个 x 轴哈，这里是 x 轴，好，在 x 轴上方呢。这一条水平线哈，这条水平线，那这条水平线呢，它的方程式就是 y 等于2哈，或者呢，你用函数的形态来看的话，就是 g of x 哈 ，y 等于 g of x 呢等于2哈，就是这一条水平线。所以这个常数函数哈，常数函数呢，它的这个图形哦，就是一个水平线哈，就是一条水平直线。